第一个动作是这样，上下上托下按，难为你了。然后气沉丹田，气沉丹田。然后手在面前再交叉，交叉。哇，这抖的。打功就是这样，要不要点出来？我的气功是用劲儿了，对，然后最后再实力了。哎，是你这个招式是融合了摇头摆尾，是谁教你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把好几个式给融合到一起了。对，这个、我肯定没有办法打一段。正常他是从头到尾是正儿八经的八段锦的老师教。八段锦老师，我想看你学摇头摆尾那动作。来，摇头摆尾真的不错。然后你要360度，然后再这样下来。后面感觉你在跳舞，你到后面还要你到对，你要后面，你看，要这样，然后最后再这样，哦，再呼吸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是不是？光心火了，我第一次练的时候骨头在咔嚓。小红书。